把鸭肉砍好，香切片，葱把葱白切出来，剩下的切成葱段。把鸭肉腌制一下，放入姜片葱段，生抽、红烧酱油、蚝油、盐、料酒、白糖、淀粉。搅拌均匀，再放一些花生油，接着搅拌均匀，把鸭肉放入电饭锅中，盖上盖子，摁住关键，直到跳闸。已经跳闸了，打开盖子，把鸭肉翻一下，盖上盖子，再次摁住关键，直到跳闸。可以了，打开盖子翻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，盛出来。鸭肉这样做，简单方便又好吃。